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啦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些人呀，如果不爱护牙齿，他的牙齿会腐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的嘴里，看不见的小小虫子是很多的。这些虫子呀，吃嘴里的食物残渣，吃完以后会制造出一些特别厉害的酸性物质。这些酸能把牙齿呀融化成一个个小洞洞，这就是我们的牙齿会腐烂的原因。在我们嘴里的那些小虫最喜欢吃甜食了，尤其是在我们吃了巧克力、糖、冰激凌之后呢，它们就会哗啦啦哗啦啦的唱歌，尽管它们的声音不怎么样。虫子吃了甜食就会制造出更多的酸性物质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吃饭和吃零食以后要漱口，要刷牙，这样就能把食物残渣全部清除干净，保证牙齿不腐烂。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使你更健康地享受食物，也能使你笑起来更迷人，你说呢？